庆祝母亲节，大拿建林社区是邀请亲子做伙进行着彩绘鸡卵糕活动。小朋友用奶油枪代替笔，用鸡卵糕代替卡片，来写下心中要向妈妈感谢的话。参加妈妈看到囡仔所表达的文字，感觉是真感动。用鸡卵糕代替卡片，用奶油枪代替笔，小朋友专注小心的写下“妈妈，我爱你”，来表达着庆祝母亲节的感谢。妈妈，谢谢你让我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天天帮我洗衣煮饭。还要拨出一些时间陪我写功课，我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忙碌，但你还是无怨无悔的照顾我。妈妈，你辛苦了，就会非常感动啊！嘿，就今年母亲节比较不一样一些，会。庆祝母亲节，大拿镇的吉林社区上好在大拿车站广场举办一场幸福母亲彩绘鸡卵糕活动。社区内妈妈一早带着囡仔来参加，大家做伙提早一礼拜庆祝母亲节。啊，这些小朋友都是我们社区的那个科安静班的小朋友，借这次的活动啊，让他表达他们对母亲的这种伟大的母爱。根据了解，这个活动是由吉林社区主办，各国团的协办，同时结合着大拿当地真出名的烹店来举办，由业者提供着鸡卵糕，并由烘焙达人朱俊宇来喜欢，用奶油枪在鸡卵糕上写字。像画面上这大鸡卵糕，就是业者特别为今年梦幻母亲所制作的礼物。我们还特地结合了在地的糕饼业者，那也很感谢呢我们的格莱面包店啊，愿意这样子提供这个很棒的，包含他们的这个烹这个糕饼业者的师傅。都已经出来，然后呢在现场指导我们的小朋友，让我们小朋友在今天呢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意，然后让我们的亲子活动的互动呢会更加的积极。简单的活动，满满的心意，小朋友从平常时啊拍摄对妈妈讲的话都写在鸡卵糕上，来庆祝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场场面是温馨热烈。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世新新闻陈凯华、柯耀宏、大拿镇采访报道。